那我请我的小帮手出来，因为我怕你们不知道我介绍到哪里，所以让我有请我的小帮手，请他出来。他是不是从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出来？好的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去旁边处理一下他。啊哈，最好是可以从那边出来。最好是给我出来哦，要躲去哪？没问题了。你们刚刚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吧？没有对吧？不管你们有没有，只好让你们在我介绍房间之前呢，再变一个魔法给你们看看，让我靠你们近一点。哎，哎呀，这是我的魔法小道具，你们看着它很可爱吧？它跟我一样哦，这是我。但是上面这个我指的地方，它上面还有弹毛，跟我一模一样，这是我本人，很可爱吧？照着我的模样去做的哦。那你们准备好要看魔法了吗？ OK， 看好了。